大家好，我是高伟光，在《向阳而生》中饰演林之恒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向阳而生，向月而圆。我叫熊顿，那个爱画漫画可爱的姑娘。在上海，我虽然只是只蚂蚁，但我也努力地爬上了自己想要的轨道。如果熊顿。熊顿，别人把点穴扔到床上，我也保不了你。你真是个笑话！我亲眼看着他搂着一个女的进酒店房间。我快要死了，有些话想要跟你们交代一下。你有病吧？对未来的100个设定，被瞬间清理。他怎么偏偏是我？别怕，空白是无限可能的画布。熊顿，要重生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为自己翻红。所以我得谢谢你，这么及时的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再起笔就是第101个肆意生长的希望。我想到漫画主题是什么了，人生总共也就3万天左右，重要的是赶紧去做，只要我活着就不能浪费每一天。活着真好。向阳2020湖南卫视元气女孩荧光纸笔会治愈人生，特伦苏向阳而生。